当人家那边拿了一个东西，离开他怀的东西遗失了或损毁了，怎么办？如果是刚那位小姐的话，对，我的做法也是这样子啊，我会说小姐，气球是身外之物，气球这个气球缘分价更高，对，所以说这个趁这个机会，这样子切入是最好的，嗯、对不对？嗯，机会是稍纵即逝，没错。谢谢你，谢谢。女生看起来个性是比较软弱一点，她应该会跑掉。她看起来个性软弱，你会看面相啊？知道啊。好，进行我们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演技爆笑，红了。来介绍我们今天来参与的特别来宾。来来，这边欢迎我们的这位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的唱将，欢迎高慧君，欢迎。欢迎。第二位，这位呢是演技派的阿将，我们欢迎明基成。第三位，也是第一次到我们节目当中，舞曲唱的可好了，啊，丁小琴。来，马上今天我们的爆笑红不浪啊，我们在演技方面呢，看看我们一般的路人他们是怎么样来呈现的。来，我们看我们的第一则风筝篇。当你在公园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在你面前放风筝，可是他放的却是没有线的风筝，此时的你会有什么样精彩的演出呢？要是你们看到一个不管是风筝啊，或者一个人事实上他没有的东西，但是他在做那样的动作的时候，你们一般来讲，你会心里面会呈现的是什么样的反应？你会不会也好奇？其实还是会，就像之前很久很久以前流行那种往上面看，然后大家在那边看，然后我还是会这样叫朋友说：“哎哎哎，你看。”还是忍不住会去看一下这样子。哎，这一直在吐我的头啊！哦，我对你这个脑门有意见，一直没有礼貌。对啊，我们同学之间他们也会吗？哎，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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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你看我，看我这里，就这样打了一下。以前我们同学真的是这样，我们到西门町，哦，哇，对啊，然后我们就装作不认识啊。哇，然后他来很好了嘛，哇，最后来了一个摊贩推过来，推着推进过旁边，哇，那下面都没，不小心，就看人家这样的话，我一定会过去帮忙他行啦，就可能当我知道其实是骗人的话，我会讲说啊，可能风筝掉，很尴尬就走掉了。其实大家都是好人，好人，因为在外人看来是两个男的神经病加一个女的神经病，好心帮他帮了个真的。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一般的路人他是怎么样来呈现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来，来，请看。这卡了我的线，现在到了，我拉不动了。有了，你不要卡到我的线呐、啊，风很大，哎，你卡到我怎么拉呢？哇，很大，你没有看到，我的风在那边呢。有啊，我的是风筝那条，长长那条有没有？我的是蚯蚓呢，你看蚯蚓风筝呢。哦，大号。对，这个刚好。不会玩了。抓一下就可以了。抓一下，对，你看有没有看到？对啊。不要那么多，不要走，不要卡到。对。它在转呢，你看。真的不行。在那边呢，飞那么高没看到，真是太飞好高啊！
阿拉伯，死亡的气啊！你，阿拉伯，阿拉伯的气啊！我是那只最高那只，你有没有看到？最高那只啊，我真的很高哈。你还可以再高一点呐。啊，你也无爽。啊，这里我无爽，我有爽，我哪会无爽？你一看啊，这就管呢。我是透明的啊，透明的线啊。你帮我放一下风筝，最高的那一只看到没有？好。我要下了吗？姐，风筝在哪里啊？我最高的那一只在那边去了，看到。下头认真。正方形的，没有看到啊。在哪？没有线。你的风筝没有线哎，有吗？我你帮我拿一下好不好？我怕这个风筝跑掉。是我那题啊，帮你好不好？谢谢，真的，你看那个就是我的，学姐，帮你帮忙一下，帮忙一下。这个大家看的啊，真的是笑死了啊！我中午吃的都吐出来了。我想啊，这个很多人还真是蛮好心的，看到别人在接电话不方便，帮他拿风筝，还不能意会过来，放得津津有味。就会碰到小孩子跑出来，我也要玩。来看看这位小姐缠了她半天，她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她会说你神经病啊，然后就走了。神经病没有什么创意哦，有创意。第一个讲的没有创意是应该的啦。啊，是。高慧君，你不能再要求这么多、啊。那明星很一定有创意啊。明星很难讲哦。明星你讲的很，那个小姐应该就是那个嘛。听小姐了，听小姐。她很凶，讲说。就是推他的头说你有病哎，你想要抓你啊，你有病啊，臭臭的，对对对，你帮我放一下，他很有，我耍你是被戏啊，对，他很有力也可以打他，你当我是白痴哦，你在报仇是？我不好跟你讲啊，我耍你车没有，你吐我，好，来，大弟弟他们是不是会说有病？好，说神经病。或者来，我们来看看这位小姐的反应，来，请看。帮你帮我拿一下好不好？我怕这个风筝跑掉。因为我那题啊，不行，帮你好不好？谢谢，真的，你看那个就是我的，小姐，拜托帮忙一下，帮我拿一下，我去那题好不好？其实我刚有这样想哎。我刚好这样想出来丢掉，真的，我的确不知道结果，可是我真的知道会把它丢掉。来，现在我们来选择，到底哪一个来符合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演技爆笑红不让？来看一下我们候选名单，以上六位啊，有妈妈，有先生，哪一个人感觉最好？准备好了没有？来，预备，来1、2、3，4-1-4。试一试，一号是谁啊？那妈妈，那妈妈多可爱，陪他们一起玩。那妈妈可能在那个姑娘运动了二十几年，没有人跟他们搭讪过。哈哈哈哈哈！完全冒险，冒险，对啊，多可爱啊！那另外两个选的四号，第四号也很棒啊，四号也不错，对，那个先生就是那个爸爸嘛，对，蛮热心的哈。虽然他找不到线，但是还是很热心。他虽然找不到线，但是真的有放一阵子。对，而且他在放的很认真。现在哪里？他过了之后还真的要问他，他又拿了一次，对不对？认真的感觉真的很好。好，就是我们恭喜我们的四号先生。我们看我们下一篇气球片，请看。当你在车站等车时，有一位美女对着你说：“她要去上洗手间，请你帮她拿着气球。”过了一会儿，气球突然莫名其妙的爆了。当这位美女回来跟你拿气球时，此刻的你会有什么表情呢？你帮人家那边拿了一个东西，离开他怀的东西遗失了或损毁了怎么办？如果我是男生，然后那个小姐又这么漂亮，我会赔罪，我请她去喝杯咖啡，然后、哦、所以说还要看对方长得怎么样，对不对？趁机就搭讪。那如果长得不怎么样、啊嗯，那还是要请她喝杯咖啡，那后面就没有了。那是外带的，是吧？长得漂亮的话，喝完咖啡后面还有。哎，那如果长得不好看，你活该。喝完咖啡之后就没有了。对，李金城赔罪、嗯。是像如果是刚那位小姐的话，对我的做法也是这样子啊，我会说小姐，气球是身外之物，气球是这个气球缘分价更高，对，所以说这个趁这个机会，这样子切入是最好的，对不对？嗯，
机会是稍纵即逝。没错啊，来，地小琴。哇，我会再买一款它。万一附近没得买呢？没有得买，就没办法了。要杀要杀要杀随便你。对啊，就没办法了，因为这不是我的错啊。哦，找我算你瞎了眼，对啊，只能这样，坏了就坏了，坏了就坏了，怎么办？你告诉我，对。来，我们看看一般的人这个是怎么样来呈现的。来，我们请看。到一半，我们来看情况，刚好去上一下厕所，马上出来。我在等公车，等下万一公车。快，拜托你啊，我很快，很快就出来了，谢谢啊。刚气球破掉了，我不知道好像被这公车牌弄到了吧？破掉了，应该没关系吧？我真不是故意的啊，不知道怎么搞自己破掉了。这多少钱？我赔你好了，二十块够吗？二十块啊？走了走了，不用了啦，谢谢。拿一下气球，我一下就出来了啦。情感落寞。哈哈哈先生，不好意思嘞，我的气球呢？跑题啊！跑题啊！刚刚那跑题我嘛不带啊！这个要？呀！快点啊！放下来！小姐，我公车来，可是有个小姐叫我帮她拿，你等一下帮我拿给她好不好？怎么会这样子啊？小姐，谢谢你。你的气球破掉了耶。那个，不是我故意弄的，它自己破掉的。哎，小姐，那个更值拿给你。谢谢你呢，快乐。哎，哈哈哈哈哈哈！拿一下气球，我去一下厕所。对不起，我们在等公车。不好意思啊，我去一下，马上回来，谢谢呢。他拿一下，没关系。哦，你看他漂亮不漂亮？别这样，哎呦，小事这样就生气了。等一下，自己想办法啊！等一下怎么办？还是谢谢你，我的气球呢？不好意思，弄破。不好意思啊，你帮我弄破。不是故意的，那我赔你好了，对不起啊。拜拜，对，喜欢偷偷拿。气球，好，男女朋友，那女朋友为他吃醋，而且你想也想不到，说他可以交代他办的拿的这个人，竟然在带 Walkman 的，哎，我哭都不讲，我那个反应多自然，太棒了，因为他听音乐，那个爆炸声也听不到，啊，后来呢，而且没有没有啊，他看完之后还怪后面的哦，就像他赌滑呢，让这个小姐来，这个小姐，哇，在摸，哇，那反应好大哦，他也自己也吓一跳，怎么办？高伟君，你会他会怎么样？如果是我，我会跑掉，哎，跑掉，你觉得对不起别人，对，就跑了，没办法面对别人。对对对，这女生看起来个性是比较软弱一点，她应该会跑掉。她看起来个性软弱，你会看面相啊？知道啊。哦，她的面相是属于那种啊，懦弱的，懦弱的。来，听小琴，没有肩膀，我会觉得她会跑掉，可是呢，她会留一张纸条。有张纸条，林达安琪啊，留纸条嘞。要不然就是她会放，就是放在那个放在椅子上这样，但她人是走掉的。就说虽然他不会，他不会给他一个交代，他就把他放在那椅子上。虽然破了，我是可能不是我有心的，不是故意的。然后刚可能他公车也来了，这样子。嗯，好，现在我们看看到底这女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来，请看。谢谢你，谢谢。
撞一下。中枪。撞到那个公车牌子。恭喜三位。好，不错。来，我们来看看到底哪一位能够入围我们的这个演技爆笑红布朗。来，精彩的候选人，请选择。哦，有情侣的，哦，有带 Walkman 的，有喝饮料的。来，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到底选择。来，一二三，是带 Walkman 的四号先生。最后一则，来，橡皮筋片，来，请看。当你在路边等车时，两位年轻人突然在你面前玩起了弹橡皮筋的游戏。面对这样的情形，您会怎么做呢？这个时候我们都做过，都玩过，玩过，就是啊，有时候真的是在跟朋友玩，就看到那个人会，不要打我，不要打到我啊。哦，遇到这种恶作剧你会怎么样？你们有没有玩过这样子？有，我觉得我会生气，以我以前的个性，我会生气，然后我会骂那些人。对，哎、啊欸，有些人很怕某些东西啊，像我们知道那个芳芳 啊，我们芳芳小姐、啊，她很怕气球的爆炸。嗯，我想她听到气球爆炸，她会跟你翻脸。你不能在她面前出现气球，她很怕气球，她那气球要是看到气球在她面前，她会吓得跑得好远好远。那如果怕橡皮筋的话就。不要在我面前射来射去。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怕橡皮筋。高伟军就这样子啊，不是，我会生气骂他，好烦哦。哎，明基成呢？其实我也是很怕被人橡皮筋弹的这种。对，我也会没有办法。谁不怕？其实那种并不是打弹到会痛，是不知道什么会被弹到。那种压迫感，压迫感。对，就只有金面王李本辉才不会怕。就不怕。我不想去。我会，如果我身上有橡皮筋的话，我会射回去。射回去什么？对，还有橡皮筋会射回去，两个在玩假，就在玩真的。是，对，不是因为我也会怕，可是我想如果被弹的话，我一定不服输，我一定会弹回去这样子。哦，这么不服，随时身上准备什么金钱标，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了。哎，来，我们看看一般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来，请看。我射你脸，你敢射我？来呀，别跑，别跑，我一定跑。大家看到人大了以后还是一样同样的反应，每个都在那边。好，这位在打大哥大的先生会怎么样？我想这个先生看起来很酷很酷，他可能会直接把人就这样拨开了，拨开了，有可能欠揍一样，对不对？对啊，然后继续讲，再拨。小孩子到那边去，我们就打电话。他会不会大哥大砸他啊？啊，明基成，对，我觉得他会大叫：“你们够了没有？你们这样，我觉得他会就停下来。”对，没有礼貌。等一下再玩，我陪你们玩。对，我觉得他会蹲下来，然后让位置给他们，这样继续射，这样。他继续讲他电话，他可能跟他女朋友在讲。对，这边有人在玩，等一下啊。对，蹲下来，对。我整个就蹲下去这样。哎，这个反应不错，应该也是蛮正常的。有创意，有一些人是很镇定的。来，我们来看看一般的这个反应怎么样啊？你要去哪里呀？是哦，哎，继续讲电话啊！这个头壳小给呆了那块。我操，你们红不浪先生是平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外面录。他像脖子应该没什么事吧？那个先生。他们每次出了外景回来，每次进棚里面的，他们都每次走路都歪歪的。
不是脚断了就手骨折了，那脖子绕到了。好，来，下面请这几位来选择哪位符合我们的演技爆笑红不让。请看这以上五位啊，有一个女的，四个男生，选定好没有？好，选定了一手，来下好了一手，来一二三，四四三，四四三，四号是刚刚那个，那个女生，对呀、啊。四号是女生吗？对，她就是贴靠墙站这样。三号就是那个，不是她背一个背包，然后她一直在闪，一直在躲，一直在躲。